Gino 也出来投三分，但是完全偏掉了。哇！野兽这个啊，是不是撞到流血了？对。哇哇哇哇！真的是流血，立刻出血，因为直接敲到头上去了。两个应该都是撞到了眼角的位置，那边本来就是皮比较薄。对。有打过球的应该都知道，这个只要轻轻一划哦，可能就是会破。对，两个对撞。对。也不是故意的，因为郭少杰距离野兽位置很近，对，都是要去抢这个篮板。哇、wow、头撞头，嗯，哇，哇，可能要先检查一下伤口的深度，对，有没有需要缝之类的，嗯。比赛打得很激烈，希望大家都平安了、啊，因为这才是球季的第一场球而已。对，哦，这个旁边看起来心有戚戚焉的人，你觉得是谁？顺义啊，还是上个季的季后赛？对，刚才顺义看的大一幕，哦，你这个整个心好像揪在。